你自己有没有验？早上有验。也是这样子两条线吗？来靠近一下，拍一下两条线。今天早上在验，昨天没有验。没有，早上验。你在嘉义做那三次有没有两条线过？有没有？有一次有，可是非常淡，颜色很淡，比我们淡吧？没有那么深。对，恭喜了。你现在怎么都没有喜悦的感觉？啊？啊？悲观鬼啊！对对对对，你还厉害哦，知道这是第一关，对对对，你先内行的。第一关今天是礼拜一，上个礼拜一，下个礼拜一，下下礼拜一。不过因为你年轻了，所以我看到后面两关，尤其是第二条线这么强，你如果是第二条线，第二条线比较淡就危险。那等一下我们会帮你抽血的嘛，哈，我们明天下午或晚上会打电话跟你讲那个怀孕指数是多少。100多大概一胞胎，大概500多双胞胎，1000多大概三胞胎啦。那这次我们换几个胚胎？四个。我再跟你打赌这两胞胎，因为蛮强的。对。早上验那个颜色也很快。对，越快出来越强的话就稳。你如果是双胞胎就特懂了呀。你如果抽血1000多，那你双胞胎。一胞胎有什么像你之前在嘉义做的那个瘤，你那个时候有看到胚胎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拿给我看。啊，抽血有抽血，有。疫情关都没看胚胎。啊，有抽血哦。抽血。怀孕指数啊？有。多少？那个要在30几。30几不好了，那个要100起跳啦。我这个估计大概500起跳。因为那时候验是很淡。然后那个长庚那个医师他就说好，要不然去抽血，就医院就是不 OK。30几大概我的经验，我最多做一个鹿港的一个陈小姐，39，生出一个女儿，是唯一我目前院子是三最低而生下来是她39，还有65的，但是我的经验就是100多比较稳了、对，有时候100多不太稳。那如果说来个明天如果来个1000啊。你后面两关一定过的，第二个是下礼拜一看外孕嘛，我们医院很少给病人外孕的，几乎没有，所以现在就几胞胎的问题，下礼拜一看心跳了，不过至少有第一关才有第二关才有第三关嘛，恭喜，哎，你还有胚胎在这里吗？有，还有5个样子，1号生，啊，反正龙凤胎你这边生老三老四了，还好啦，对得起嘉义乡亲。哎，你们这一次嘉义县长谁会上啊？嘉义市长啊？不知道哎。你不会查不了。王明辉吧，阿个土行走的，阿个姐嘛姓啊，你在。萧淑丽吧？萧淑丽可能比较。他议长啊，不过因为国民党分裂了，所以变成三方鼎立。恭喜。谢谢。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啊，你早上已经高兴，你早上已经三情高兴过，感动又很开心。不过这个真的，我大概几乎可以跟你打赌，你小孩这个小孩子你要定的啦，因为你年轻，我记得你35岁，在做试管婴儿35岁算年轻啦。那再来就是他又有问题的几率不大，不过虽然我们那时候只是说胚胎有点碎片哈。染色体还是关键。我最近有一个做一个圆领的哈，他的职业很特殊，是帮果做美容的，有这种啊。他家2楼全部是果的饭店，人家出国就寄望他家，哎，一天1000块，比人住。他的两个胚胎也是都是 C 级的，我那时候也不是很看好，结果两个全中，现在两个都有心跳了，已经8、9周了。对啊，所以染色体还是最关键的。好，恭喜！1926，二六就过关了。开票结果。